Hello， 大家好。你现在看到的画面是陌陌 App。你可以看到呢，这个是美国的美股的，在美股这边，你画下去，你会看到这边有一样东西叫做 Institutional Tracker。这个如果你按下去的话，你就会看到一些大佬，资金大佬的参会，这个是非常好用的。但是如果我们转去看这个马来西亚 MY， 这是 MY 的，你画下去其实是没有这个 institutional tracker 的，没有，也就是说你看不到 EBF KWAP Kazana 他们这些大佬的持仓。但是呢，有一个，其实 Momo App 还是有这些资料的，只是我们要知道怎么去把它找出来。现在很简单罢了，我再回到去这个美国的 US， 再往下去，我再按这个 Institutional Tracker 的这个 Extension， 你会看到这边呢有一个叫做 Search Institution。 比如说我现在就要去找一下 EBFEmployer， 那我按 search， 没有，就是我按 Malaysia 好了啊，因为我们要找马来西亚的嘛，他就会把马来西亚这个字眼所有的大佬基金呢都会显示在这边，你看到吗？很多很多，比如说我要看一些是它的 market value 是比较高的，太少的就不要看了哈。比如说这个 Great Eastern 600多个 million， 这边我按下去，然后呢我再按这个 follow， 你可以看到它这边已经变成 following， 我按 follow， 它就会把这个大佬的资料呢就 save 进去在我的 bookmark 里面。我在更早之前呢，其实我已经save 了很多这个大佬的仓位的。比如说你看到我这边叫做一个叫做 My Following， 这边我按下去，你看到吗？这边呢全部都是我之前设出来之后再把它 bookmark 起来的，全部都是 Following。 以后呢我就非常方便的去找出来，比如说我这个Employee Provident Fund of Malaysia EPF 按下去，我就看到这个马来西亚的 EPF 的持股仓位。你可以看到它呢这边有一个 Holding List， 看到吗？ Holding List， 我要看一下哪一个它近期增加减少新的买入以及卖出去的。很简单，这边有个 Change Tab， 按下去我就可以看到了啦，他近期的买入的是什么股，近期减持的是什么股，近期增加的又是什么股，近期已经卖到完的又是什么股，非常的方便。这个对基本面或是说你对这些筹码方面的专家这方面的肯定是非常的有用。除了 EBF 之外，你看到我这边其实也是蛮多的，呀，肯纳哥也是有 ，Great Eastern 也是有 ，AIA 也是有 ，Public Mutual Fund、Maybank 那些 Mutual Fund 全部都有在里面了。我已经前两天呢，我慢慢的一个个把它设出来，然后把它 bookmark 起来，就方便很多。以后我只是要看这边呢，看下这些大佬近期他有什么买入什么股呢，我就知道。干嘛了？比如说这个 AIA， 它有个青色这边 holding， 我按下去，你看一下呢，看到它这个是近期买入的，近期减少的，新的，跟这个已经卖完的，都会在这边。所以只要它是这个基金机构，它就会在里面，它是根据这个 Bursa 的 announcement 跟这个 annual report。里面的上市大股东他们全部都有在里面，所以非常的方便。
不需要去看这个个股，只是看这个大佬的一些持仓位呢，你就可以掌握住他们现在的是买入什么股，卖出什么股，非常的方便。有兴趣的朋友呢，你也是这个功能是免费的，只要你去注册，你就有免费的，你不需要 deposit 啊，你不需要 open account 就可以用到这个资料了。如果你用我的连接去注册开 account deposit 超过1000块的话呢，你才会可以免费的领取我双剑论股的一些福利独门指标，免费的加入我的这个 VIP group 小组。如果你是 deposit 超过10000块的话，你才可以另外的拿到420块的这个奖励，这个是某某给的，不是我给的，这些都是免费的。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留言区了解详情，谢谢大家。谁是新加坡下载量第一的交易平台？是 Momo， 现在在马来西亚也可以交易了，只需要一个手机 APP， 你就可以轻松交易马股、美股、 ETF、 认股证和房地产信托，也可以随时随地在平板和电脑上交易，并且你可以在2100多万人的投资社区里分享投资洞见，立即下载 Momo 吧。注意， Momo 在马来西亚推出交易功能了，赶快行动起来，使用 Momo 快速无延迟的交易系统，交易马股、美股、 ETF、认股证和房地产信托，并且你可以用 Momo 统一购买力实现用马币购买美股。此外，Momo 高级订单功能可帮助您止盈止损，立即下载 Momo 吧。注意， Momo 在马来西亚推出交易功能了，赶快行动起来，使用 Momo 快速无延迟的交易系统，交易马股、美股、 ETF、 认股证和房地产信托，并且你可以用 Momo 统一购买力实现用马币购买美股。此外， Momo 高级订单功能可帮助您止盈止损，立即下载 Momo 吧。